喂，车车。哥哥弟弟跟你一起玩。弟弟不玩，你玩。那你跟妹妹一起玩好不好？心意很厉害，做这个。哦，潜水艇耶，那沙子可以装在潜水艇的。没关系，轮流一起玩。依依你也想玩对不对？大家一起轮流一起玩。那你可以跟他说，你跟那个小朋友说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你想玩的话，你要自己学着去表达。哦，你要自己学着去表达。如果你想要玩，那你有想要玩吗？哦，你跟他跟弟弟说一下，你说我们可以一起玩吗？可以哦。好。你看，哇，你得到一台超级运沙潜水艇吗？不是，这是船。超级运刷船哦。船呐、啊，这个应该是。那你的小车车可以借给他吗？应该是。因为那个小车车要在船的中间，游轮。但哦，怎么可以打开呀、啊？那个车子可以从那里开上去耶。那个太大台了啦，吃太饱了，要那台小台红色的，可以借我吗？啊，对，哇，那个要开到那个运输船上面，对呀、啊，太大了。